你们是过来上学吗？对啊。好久没去了，我都忘了子。都忘了。对。这已经多久没来上学？3-4年了。三年没有来上学，然后感觉就是很久没有来，感觉很期待，很激动。在深圳读了一个学期，然后之前是在上网课，感觉很久没有过来了，然后听到消息说能过来，很开心了。对于没见过的新的香港同学，也表示很乐意去认识，也希望多认识新同学，也希望和老师有一个好的相处。现在也改进了，都能走一通道，也跟你比以前更加快捷。